级思想家与行动者。人类大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，复杂到它可以去改变你的城市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们慈悲心可以被训练的原因。刚开始是从自身的同情正念开始，然后扩展到家庭成员、亲戚朋友，到陌生人，你不喜欢的人、敌人，你都发挥同情心，这才是最高的同情心。解头脑的渴，开领略之门，人文讲堂。